大家好，我是陈兆龙。他是亚洲肝脏移植记录的保持人，特别是活体捐肝，因为他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对健康的人，那边对外科医师来讲是最大的责任跟压力。已过花甲之年，但他依然坚持每个星期最少开三台肝脏移植的兜。那我想这些老远来对我也有相当的期待，等于是对病人的责任跟承诺。更多令人感动的医病故事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9点，影响力100遇见陈兆龙。